大家好，我是功夫演员侯有胜。作为一名传统武术的习练与传播者，我昨天看了太极大师马保国被 KO 的视频，对中华传统武术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深感心痛。马保国代表不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武术，我侯有胜也代表不了传统武术，但我想以个人的名义，以一名传统武术习练者的身份，向击倒马保国的搏击拳手发起挑战。因为我不想我们的下一代就认为我们的传统武术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拳绣腿，哪怕我修炼的是花拳绣腿，我也想尝尝外国拳的味道。请看到的朋友们帮忙转发，请有关人士帮忙组织正规赛事，我拒绝非法约架，请大家拭目以待。